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非常有趣的新闻，就是这个鸭子，这个变成了兔子了。那么之前我们的这个黄色小鸭，各位看到这个图片，都还记得这是一个让台湾人很激动的一个这个可爱的鸭子。那现在这个鸭子呢，变成了兔子，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这台北 Times 的一篇新闻，The 桃园 Landscape Art Festival，好，这个桃园的风景艺术的这个活动啊，意是呢 to open，这个 to V 就是预计要开幕，预定开幕，in 大园 Township，在这个大园镇这个地方 today 在今天呢，这个预定开幕了。Featuring 这是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feature 本来叫做以什么什么为特色这样子的一个动词。那么这个动词的前面应该有一个主词，这个主词就是前面的同样的这个桃园的风景艺术展的这样子的一个主词。主词省略，动词改分词，叫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好，这是我们六个符号当中的第六个符号。所以各位朋友，文法先学很简单的六个符号之后，英文一看就懂了。它是以什么为特色的呢？Moon rabbit，好，Moon rabbit 就是月亮的兔子。那么这个月亮兔子是谁做出来的呢？By Florentin Hoffman，这个霍夫曼，这个人是谁呢？这就是之前制作鼎大名的 The Dutch 荷兰的这位艺术家。Whose 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子句，形容这位艺术家，Whose rubber duck created？哈，他的这个橡胶的鸭子呢，创造了sensation 一种强烈的感情啊。Last year 在台湾去年的时候，桃园 County's Cultural Affairs Bureau，哈，这是桃园这个县的这个文化局呢，opened 就这个开放啊。The venue 这个 venue 叫做地点，就是要展览兔子这个地点，也就是各位看到像这样一个空军基地的样子的地方。To the media 就是给这个媒体们先开放给他们看。On Tuesday 就是在这个前两天，这个开放给大家看。Even though 带出一个副词子句，即使是虽然呢，some details 还有一些细节呢，of the giant sculpture。这个巨大的这个品的一些细部呢，它的 being completed，这是一个标准的过去完成式被动语态，表示这个在他们星期二开放这个时候之前的，都还没有开放给记者来看的时候呢，之前还没有被完全的完成，这叫过去完成式被动语态。好，那各位六个符号会把动词教得非常的简单，一看就懂。had 就是在它开放给记者参观之前还没有被完全的完成。这个逗点，reporter said。尽管如此呢，记者们都说啊，后面省略一个 that，they were 他们是呢 impressed 是印象，是感到非常深刻的，就是对之兔子印象深刻。再看第三段。Consistent，这叫一致的，这是一个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那么它的右手边的逗点后面有这只 moon rabbit，这只月亮的兔子，这个是同样的一个放在最前面的。这 rabbit 这个 is consistent，这个主词省掉，is 变成 being，being 也省掉。Consistent 就是一致的。With Hoffman style，就是这位艺术家霍夫曼的这个他的形式，他的这个风格，of maximizing the familiar little things，就是加大化 the familiar 我们非常熟悉的小东西，像之前的小鸭子，大家很熟悉小的，可是他把它放大。同样的，这只兔子本来是小兔子，它也变成非常大。In life 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熟悉的小东西，把它放大。我们看到，继续读下去，reclining moon rabbit。那么这只兔子是躺着的哦。好，各位看到它是躺着的，在这图片里面是呢，25 m tall，25公尺高，and is made，而且是什么制作的呢？Of a waterproof paper，防水的纸，是
木料、木材啊 ，styrofoam， 这是一种这个泡沫的塑料，一种保利龙之类的东西。好，用这样子的东西来做成的 guarantee。 好，各位又看到一个两句合并的分词句构，所以我们在英文里面分词构句在高阶英文是常常见到的，你一定要先熟悉。 guarantee 是保证，那么保证前面呢也还是这个主词叫做这只 moon rabbit。 好，那它省略掉之后，这只兔子呢就可以保证 that， 保证这件事呢It will not experience， 它呢将不会再体验到、经历到 the same fate， 这同样的一个命运了。As the inflatable rubber duck， 这个可以充气的这橡胶的鸭子一样。好，各位还记得吗？它当时爆掉了，对不对？所以 which， 你看那个插入语来补充一下，指的当时的那只这个橡胶的这个鸭子呢 ，which exploded， 爆炸。While 的后面又少了 it 不见了 was 变 be 省略掉之后，这个副词子句变分词句构。While 当怎么样呢 ？On display， 它是在展示的时候。In the county's 这个新屋 township， 好，在这个同样的这个桃园县的这个新屋乡这个地方呢 ，last year 展示的时候它曾经爆掉过，所以它现在用不同的材料来保证它不会。在经历同样的这样子的一个爆掉的命运了。好，这个非常有趣。我们的这个兔子代替了鸭子。很快的，我们再把它看一遍。The Taoyuan Landscape Art Festival is to open in Dayuan Township today, featuring Moon Rabbit by Floating Hoffman, the Dutch artist whose rubber duck created.A sensation last year. Taoyuan County's Cultural Affairs Bureau opened the venue to them Tuesday. Details of the giant sculpture had not been completed. Reporters said they were impressed. Consistent with Hoffman's style of maximizing the familiar little things in life, the reclaiming Moon Rabbit is 25 m tall and is made of a waterproof paper, wood, and styrofoam, guaranteeing that it will not experience the same fate as the inflatable rubber duck, which exploded while on display in the country's Xinwu Township last year.好，各位用六个符号英文法，很快的就可以帮助大家把英文的听说读写都可以培养起来。好，希望真的有心在短期之内把英文学好的朋友来参考我们的学习方式，六个符号英文法帮助大家。